你先把它关了，再死吧。关了吗？嗯，关。那它不一直抬吗？中路卡萨丁要什么传送？有啥用？中路卡萨丁，没法回答你。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这个用处还挺大的。如果你要硬说有什么用的话呢？回家用。回家传出来用。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。这是蓝枪啊，我们用 Q 耗他血好像没啥意义，还是用 Q 补刀吧。呀，差一丝血。真的好像耗他血没啥意义，不耗他血了根本没用，他吸两下就回来了。我的炮车你看你玩个蜘蛛啥也不干，天使都让人赶上了，那你倒上啊，你咋不上呢？等啥呢大哥？我咬死他，抽一下。那等啥呢？完了，学错技能了。哎呦我操！哎呦，我怼着了，捅到我的屁屁。这传送的意义不就出来了吗？传送。没有意义了，他没有意义。上的有点快，说实话。
追呗，反正他也没闪，一下都杀。你刘哥好像有点猛啊，这加血没给我加上啊，把赵信先杀了。你俩不要害怕呀，你俩要是这么怕的话那就没个打了，你俩打维恩不能打吗？两个远程，这卡莎怎么跑了呢？这跑啥呀？这有什么好跑的呢？怕什么？牛又没伤害，一没一刀走位。等一下啊，他搁这草丛里头不知道干啥呢。哎，他为啥不出来了呀？一空掉了，算了，你信哥搁右边瞅着我呢，拉倒吧，我撤了。你信哥在右边瞅着我，我们也没法上，得了，先回家了。掉了我两层塔皮。我也吃你一层塔皮，拖死了就没办法了，回家吧。先来个法船骸，这把我说实话呀可挺穷啊，啊可挺穷啊，穷光蛋。总路这波线儿，收了吧，
下子。可以上，你怕啥呀？哦，怕赵信。信哥确实是有点猛。下当还给蜘蛛了。看看维恩走不走，走了的话我吃成塔皮。喂，别打，我有船，我能踢。哇，信哥薛飞是有点猛啊。怎么赵信跑过来了呢？真是有点恶心呐。这波传送确实是有点尴尬啊。96，好的，我等级稍微有点小浪。不去了，去来中路发育吧。这再去其实就没啥意义。先把这大虫子杀了，看能不能行。往后边点儿。哎，全剩一身血，我操了。没蓝了呀。没有玛娜了。你亮牌能忍吗？你忍不忍你也得忍。你玩卡萨丁你忍不忍你也得忍。我们现在就是勾践，知道吧？别着急。完了，出错了，没事儿，但是这个可以先出沙漏也是可以的。正常我们得出个炉灯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没法上啊！哎，可以。我需要一个蓝 buff。快点过来！踩死！这把天使玩的可以啊！平衡终于一切。那德邦总管出了个大魔抗着，我们千万别上当啊！小龙可以要，我有船，没事，我先回家出个沙漏去。没打，那蓝枪没什么用。叮！队友呢？怎么全死了呢？啊！我的发！其实维恩装备不算太好，一般般吧也。用命打一波维恩吧。级有点低，还行吧，那天使才12级，那19分钟你想多少级？其实你们可以打龙，可以打呀，这波其实可以打龙啊，这要推中也是可以，可是他大虫子可以杀呀，这么多人呢，杀个大虫子杀不了。先把塔拔了，哎，12级没出神话。有些情况是不需要先出神话，那维恩上边没死啊，
就行了。这咋上啊？我马上就逃。算了，不上了。哎，打不死，拉倒吧。为人交闪了，还行。我取消回城打螃蟹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这波打河蟹有啥问题啊？对面可能会打龙，我们先把蟹打了，占个视野，没有任何问题啊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这波中推也行吧，其实也行吧，小龙吧，别中推了，小龙吧，小龙吧，这波小龙合适一点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得杀维恩呢，小龙谁的呀？小龙我们家的，还行。大魔抗，下一件得出法穿。下一件得来法穿棒。马上就到。十三，看有没有红他们家。哎 ，AP 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对面魔抗太多了，你不出法穿还不行。好几个 AP。这维恩出个紫炎之力，我都没想法。
回来守嘛。估计没了就一波了啊，回来守吧。好多技能哦，好多技能盯着我们啊。要打死一个吧，操他妈一千，打个蓝，其实我觉得吧，打大龙要比破中好一点。我回家。减速踩扎 QE 天使有没有大走，哇哦，不行就改了吧，我去小龙看一眼。哎呀，我打不过他呀，他魔抗有点多呀。龙魂了。十六级就杀了，那没办法，十六级呀，那最高等级蓝圈打完大龙才十六级，我们是哪十六级去啊？我们也不是顺风军，没办法十六级。这个龙魂没拿到，马上十六。巫妖不行，不要了，再把巫妖不要了。到了，我上去他就套我点盐，你这太累了。不行，对面没办法等我到十六级，要打团了。到不了十六级，那旁边有个牛，
我上去就让人控，没法上，流头很烦人啊。好，天使在下面，我都没看见，我操。但我感觉这波能打赢。但我觉得这波能打赢，没关系。天使是什么时候跑到下路去的？他怎么去的下路？看有没有蓝 buff， 赶紧把蓝给我拿一个。没有蓝，打个蛤蟆，赶紧十六级。我急切的需要一个蓝 buff， 兄弟们。非常迫切啊。哎呀我操。都是我的。挺能追呀。没蓝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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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好，先守塔，先守塔。先别着急啊，我还是没十六，等一会儿。起飞！把他们家技能打出来了。哎，没蓝啊，有蓝就好了，实在是没蓝。有没有人儿？好像有点猛啊！天使怎么不打人了呢？开始，飞三百五，远古龙又没了。我十六，人家十八了，谁十八了？我们家辅助十八了，我们家辅助十八了，跟我十六不十六有啥关系？有没有钉？我马上复活，这边他拿不掉，没事。
鸡巴整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元武龙！让了多好，让了这辈子打不赢，让了远古龙加大龙你更没个赢，让了也赢不了。